好，接下来我们有请获得今年基金会核心团体演出奖的代表们，请他们上台领奖，有请各位。他们是月光舞蹈团、中华民族舞蹈团、他们是月光舞蹈团、中华民族舞蹈团、华夏中文学校、红舞金龙学院、新尖舞蹈学校、声乐爱好者协会、春之声女子合唱团、博华民族乐团、东方舞蹈团和育才中文学校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15年来的奉献。我们基金会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，就是每次拿到舞台上来表演的节目，从来都没有在别的地方扮演过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本格森和他太太。Sorry, I have to speak English and Chinese both. 他们是今天晚上唯一有这个荣幸和前世界冠军合影的一个团体。摄影师，请打开你的相机，留下这珍贵的瞬间。我好像也应该进去啊。